嗨。就是两位是在里面是演好人还是坏人？我这问题问的真好，我真的没见过这样的问题。电影尺度里面有一些模糊的地方，就是对，他讲的江湖就是好像热血，但是就是有些事情可能没有，也未必那么合法，没有定义说什么好人坏人了，就是有自己的立场吧。大家都是讲江湖义气，只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，没错。这个有一些人生那种。进退两难的挣扎，反正我们这个电影里面每一个角色都人格非常鲜明，对，都蛮有情有义，蛮热血的。只是说大家在面对事情的处理方式，以现在来说未必是那么合法，但是是可能在当下，它有它的一个好像是生存的规则法则，而且很人性化。嗯，两位以前长大的时候，是不是也经常看一些就是香港的一些江湖漫画呢？你有吗？我当然有了。嗯，我古惑仔啊，龙虎门啊，基本上都是风云什么的，都是大家的童年回忆。而且这个九龙城寨是我当时一来香港我就想去看的地方，它是，但是那时候已经拆迁了，对，拆了30年了。因为传说中它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，就三不管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有一点像那种巴西的那种贫民窟，对，有点，然后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求生存，是的，但是用自己的方式。所以他有一点点三不管，然后又有一点点他自己的一个游戏规则，对，所以蛮精彩的。那你们跟谁最多对手戏？什么？跟谁对最多对手戏？都有啊。我觉得这次林峰是最辛苦的，所有人都被他打了，不是他被所有人都打了，被所有人打。对，这次我很惊喜，因为知道以前林峰就是那种风流倜傥的那种公子哥，哎，没想到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哎。怎么来了一个硬汉，然后呢很黝黑，然后练的身材很结实。对对对，听说我们的武术指导把他给折磨的还好了，现在已经是金刚不坏之身了。没有，还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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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油啦，全靠你了。到时候就手下留情了。你有份，你有份吗？我有份揍他了。对，没错。对不起，因为我演长辈嘛。对对啊，接下来这几天就是被小齐揍了。对，这是我很期待他的表现，因为这是耳目一新的，真的。然后看他在训练的时候。那种付出的血汗、泪水、汗水，值得挑战了。因为这一次真的有那么庞大的团队，还有那么多好的演员。其实跟小齐认识很多年，但首次合作，这非常期待。真的，我也很期待。然后这次要除了我们还有古仔啊，大哥大都来了。对，没错。哇，然后所有的幕后的制作团队都是，我觉得一时无两的，真的是好兴奋啊，好期待哦。啊，那拍戲即係之前訓練練咗幾耐啊？普通話先，我跟住再講。好啊，這是訓練的辛苦，我想要請林峰親自來解釋一下。還好啦，沒有，其實台前幕後都非常辛苦。對，小齊也有去訓練，我看到有一些紀錄片都我覺得非常不容易，真的因為這一部其實我們。应该以一部电影来说，打戏的那占的比例非常大，所以从头到尾都是很多动作戏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拍完这部之后，所有的里面的演员都会变成动作演员。而且我们这次的动作指导这个建智先生，我之前跟他交过手，是他呢非常的精准，然后他的想法很好，因为这一次有很多早期那种。香港因为很流行那个功夫嘛，对，所以有很多的打法是什么红拳啊、蔡礼佛、白鹤、虎拳都有，对，都有各种招式都有。都有。然后我其实，在训练的时候，我跟那个 Ken 姐讲说，我的训练时间是怎么样？他说，1到5不行，全部是零封。我说，哇，天哪，他怎么这么多训练？他说他的打的部分真的很多。那我们的长辈偶尔出来打两下，所以我们的训练时间比较少。我这是总算可以站在旁边看人家打了，真的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，真的不容易，加油咯。会。接下来就是阿峰要忙着拍戏，然后很快就到你的生日，就是有没有时间，就是跟老婆啊，还有宝宝去庆祝呢？哎，没办法，这个真的演员的付出。对，因为我太太还有女儿现在在内地哦，对，那也没办法见面，就每天就是视频，对，因为隔离的关系。对，你也是啊，没办法，就比较辛苦一点，大家连工作。生活都不容易，希望大家还是小心防疫。对，但是每一天其实最开心的就是跟他们视频的时候，就你觉得有无限的动力。对。